因为我是 AK 一个老公一个爸爸，上一次收音失败，这一次要确实顺便带大家去另外一个我口袋名单很久的秘境，然后我的流浪密码今天会跟我一起出席。Yahoo！ 耶，现在是晚上的12点多快一点了，然后我们已经抵达今天晚上要扎营的地方，然后起大雾，所以外面完全看不到。啊。然后因为有飘绵绵细雨，所以刚才一抵达扎营的地方的时候，我们用最快的速度赶快把我们今天的营位搭设好，然后今天带大家车泊，然后顺便挑战一下今天的新玩具。就是这一颗电池，我们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离开前都要靠这个电池攻击我们现场所有的电源，包含灯具，还有手机充电，以及其他的，反正会用到电的地方，我们就是要靠它。然后测试一下它今天晚上可不可以一直到明天我们离开是非常充裕的，让我们使用。那网络上的一些数据啊，我们就不提了，大家爬稳就好。我觉得比较直观直觉的就是，我想要怎么用就怎么用，我正要需要电的时候我们就来用它，那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毫无顾虑的一直无限使用？这个就是我觉得它可以让我们来挑战的地方。那当然说它原本设定就是一些比较行动然后移动式的吸便式的，所以不太能够跟专业的车泊或者是说职业的玩家专业的玩家，他们已经把车上的电池经过一些改装或者是一些逆变器，让直接车用的电池已经可以像行动式的电源一样使用，所以需求不一样，那使用起来的性能也会不一样。那小弟本身是比较喜欢野营 solo， 然后车泊，所以我的车子是没有改装电池，所以这个行动电源对我来说它别具有意义，我们就来测试一下。那待会也会透过影像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晚上所有的一切。Peace 哟。耶、yeah, ，早安！昨天晚上下雨，现在几点？看一下，现在是早上9:20。哇！大家知道这里是哪里吗？应该蛮好认的吧，就不说了。来，我们家太太在睡觉。哎，好。如果车泊的话
这是我的基本配备啊，就是车尾帐再加车好棉，基本上就非常棒。然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开箱介绍一下我的新玩具，就是我车子上这一组，车顶的置物架加车顶帐篷再加车边帐，它是一个三合一的组合，也是非常酷。但是因为天气不是很好，所以我就没有开帐，然后想说就也不拍了，下次再跟大家分享。然后我们大概昨天晚上十二点多到，然后因为天是很暗，有起大雾，所以昨天的影片也没有太多。但我昨天到的时候呢，就已经有启动灯具的供电。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电池，下雨之后把它包起来，我们灯还是没关的。看一下几趴，这样子一个晚上都没有关电池，哇，74啊，看到了吗？好强哦！在大家休息之前，我们还是要持续啊，比如说手机的充电啊，还是给一些其他3C用品的供电，然后一直大概到2点多左右的时候，我们才都进去车子里面休息。所以这个电池用下来，我觉得它的方便性是很高的，非常高。基本上就是一个超级大的那个启动电源，当你想用电的时候随时都可以用，很酷啊。好了，一早的行程出发。嘿，异想天开的孩子居然打赤脚啊，哎呦喂，哎呦喂，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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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为什么要脱鞋子？因为他不舍得他的鞋子走下这些石头路、石子路。所以啊，相亲啊，出门看场合、看地点啊，哎，漂亮成那个样子。哦，我们要去哪里？大家知道吗？应该都知道吧？哇，其实我比较想去那里。但是现在实在太冷了，所以我们先去另外一边。哦，入境随俗一下哦，感谢这个大前辈带的这个人工，还有那个安全考量，是怕有落石。好，行。哦。哦，可以啊，老板。哎呦，哦，自己都会发出断碳的声音。哎呦，哦，好烦啊！好烦啊！三哥要挑战温泉玩，然后温泉马上要去冷泉哦，啊，想都不要想，想就输了，三哥。妈，那个大哥已经在那里，我操！我操！小心，小心！好，哇塞！哇，舒服！我靠！挑战成功啊！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你这样会更冷，你要在里面一下子，大概20秒、30秒就习惯了。哇！好，赶快回来，赶快！哇，好强！好冰，好冰，好冰！那皮皮臭啊！哦，好 man 哦！
血液循环那种。哦，好傻！哦，不行啦！哦，好冰啊！哦，好刺哦！哦，有没有刺的？我没有心情看你啊！啊！看我整个身体都红哎。好，第二个任务解完了，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两天的一些小弟的一些基本配置，就在身后啦。啊，行，好，我们把镜头切换一下。好，这就是我的车啦， Tigron 的 TSI， 不管是我带女儿还是我带我的老婆，车博的配备基本上有两样东西一定是不会少，第一个就是车好棉。我昨天就睡这，我老婆睡这，轻轻松松舒舒服服齁，脚边还有一点空间可以放东西，我的车子没有特别大，但是因为我们两个睡的时候不太会翻身，所以基本上空间使用上是充裕的。那掀背的后门打开之后呢，就一定要外挂这个车尾上，好用，这个超级好用。当然好。那尾巴这个环扣的部分啊，如果是在露营区或者是土地实质地，可以用银柱去固定。那我有一个多功能的灯架，那这个我自己也很爱，不管我一个人出去骑车还是开车，这支都一定会带，因为灯具的架设啊，或者是可以取代银柱的功能，所以这支我也觉得很棒啊。等到天气好的时候呢，再跟大家开箱这个我新的车顶置物架，三合一的，它有一个车顶的帐篷，没有使用的时候是车顶的置物架，然后旁边还有一个简易型的车边帐，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格局。以及今天新伙伴、新好朋友，这一颗70麦的行动电源，当然现在电还几趴、啊？看一下。71啊，昨天晚上开了一晚的电灯，它插孔蛮多的，输出输入 USB Type C 12V 车充，然后是用的110电的插座，三孔的，很强啊、哦、这个真的很强。现在来测试一个那个电量的暴力输出。我的车好棉呢、啊、要泄气，那需要抽气，所以测试一下，这是吃110电的，看一下这个瞬间那个电压输出跟耗电率是怎么样，来试试看。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就是不是职业的电子3C产品的专家，或者是装备的这个知识家，纯粹单纯是个人需求，你要用它，你需要它，所以才买它。但我觉得对我来说，好的装备就是你很需要，符合你的需求，而不是它很高科技或者是很贵、很品牌。那对我来说，可能我觉得没用。好，110插下去，先把我的床垫给拉过来一下。车好棉床垫呢，如果没有电你可以用手动帮扶打，有电可以用车充像如果刚好有这一台70麦的行动电源，那我们就可以仰赖它这个瞬间大电能输出抽气，是这个孔。好，没问题，确认一下孔位的方向，进出气的方向。好，来了，开电源哇！从昨天晚上大概12点到，然后一直到现在还有71%啊、哦！417瓦，瞬间的。我们从71%开始抽嘛，开始使用。我看把这个车好棉的气抽光，
会降级他的电池。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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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吸起了吸起了，应该不用一分钟就吸好了，把它吸干一点，越扁越扎实，就越好收纳。有在车博的玩家，真的是非常推荐这个车好了。坊间这个睡眠系统的碎片很多啦，但是我觉得以我这样一直睡到现在，车好眠真的是一流。好，洗碗了，看一下，71%，掉1%而已啊，掉1%。70%。好，我们准备要回家了，在回家之前，我们还是要每日一喝，每日一泡。跟老婆都很喜欢喝咖啡的，所以今天来一个手冲咖啡，开火。喝什么？今天喝什么？苏门答腊曼特尼，好可爱的 logo。好，还有一个选择，噔，瓜地马拉花生。哎呦，这个不错。我们坚持的是一个温度，还有一个选择。噠噠，好，打错边了。这个是什么口味？伊索比亚水洗野加雪菲。哇，这个名字好老舍哦。好，应该还有更多口味啦。最近很爱喝他们家的咖啡，就随机拿了三包喝喝看。喜欢咖啡的下方有连结，好吗？耶、yeah ！哇，这包装超可爱的。我们也最近很喜欢手冲，但是不是自己磨豆子的，磨豆子有点还没有到那个等级，所以还没有办法享受磨豆子的乐趣。但是手冲咖啡这个过程，我觉得蛮疗愈的，所以我就觉得行，不错。太太，你要喝哪一种口味？好，太太喝花神，我喝这个老舍的伊索比亚水洗野加。雪飞，好，曼特尼先收着，等水滚啊！听说他们家的咖啡等级啊，比哎呦，哎呦，抓住呀！你看，呜，水滚到在喷水，我刚刚被他吓到，吓一跳，太专注了。好，来花神。花神，耳挂，打开。太太，你要不要自己泡你自己的咖啡？这样。不用啊，我要你泡的。你要我泡的，来喽。先闻一下，很香哎。带有一点点。花朵的香气，什么花闻不出来，然后剩下就是咖啡豆的香气。手冲咖啡应该是这个过程，现在这个过程是最疗愈的，尤其是钢杯啊，那个热水啊，从那个滤纸往下滴的那个声音，咚咚咚，就觉得哇，每一滴都是淬炼出来的精华。好喽，换一下。好，换我的。太太喝的是这个花神，放在这里。我喝的这个是老舍的，老舍歌手在喝的。你念一次，我真的不知道念对念错。什么？左上角那边有一个。伊索比亚水洗耶加雪菲。哦，耶加雪菲啊，耶加雪菲很酷哎。来，耶加雪菲。哦，这个比较香，这个比较香，这个是我喜欢的味道。来，耶加雪菲。
我喝喝看花神，我喝喝看花神。花神，干杯。哎、欸，我的一口而已。我最喜欢的是这个。你最喜欢的是这个。我已经喝过每一种口味。嗯，不差、啊。说不出来的香气。酸很酸。对啦，是不会很酸，说不出来的香气，是舒服的，好入口的。花香哎，我不断。好，我的雪菲来了，雪菲，干杯！哇，这味道很特别。嗯。也没有很酸，咖啡豆的香，嗯，可以，也不会苦涩，哎呦，厉害，这个也不错哎，这个好顺哦，特别啊，好，喝完咖啡，耍废一下，等一下回家了。今天影片到这边，喜欢我的频道，帮我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很开心有流量密码，怎么样？昨天这样两天一夜好玩吗？好玩啊！你有去泡汤吗？没有。你的煮的东西蛮好吃的。咖啡好喝吗？好喝啊。睡得好吗？也好。